没心没肺。不知道你们的普通话说的到位不到位，但是下面这些烫嘴的普通话我是真想给跪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来了三次拉萨，今天终于试试一把，买了布拉达宫故宫，不去了。大哥，下次直接进去别说话，不然场面很尴尬。看你一张口就这么慌，下次建议先给嘴开个光。幸好你没上台演讲，不然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尊敬的前列，哎呀，听君一席话，我是真害怕。台下领导见过那么多大场面，还第一次变成了前列腺。还有些人啊，出去总想说点话，但是这嘴和舌头老打架。遛姑呢，大哥？嗯，不是，遛狗呢，大姑。是呀，我们下来溜达溜达。我养的狗跟你一样啊。不是，我说我的狗，你的狗跟我一样。不是，我也是狗。不是，哎呀，我是说我也是这个秋千，不是铁签。我们秋田。看见没，这就属于典型的嘴在前面跑，脑子在后面追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你不气死你大姑是不罢休。还有一些人啊，拒绝别人之前非要卖弄一下子。兄弟，你还是不太了解我，你知道不？我是那么随便就能听人使唤的人吗？啊，我在这个社会上摸爬滚打。算了，这位大哥，你还是去给你的室友带黄焖鸡去吧。下面这位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以后见家长千万别嘴瓢，不然。叔叔你好，我是阿姨的男朋友。不是，我不是阿姨，我是您闺女的儿子。不是，我是您闺女的女，我是您闺，我是您女人。不是，我不是女，我是闺娘。不是，我是闺女，我是叔叔太爷。叔叔表面笑嘻嘻，在电话那头心里是慌的一批，别光顾着嗓门大，先和舌头商量好了再说话。好了，要想生不累。好了，要想。算了，点赞散会。